台湾省作为我国自古以来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历史遗留问题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长久以来迟迟未能重回祖国怀抱。在综合国力日渐强盛、军事力量位列世界前茅的今天，解放军为何迟迟没有动用武力直接收复台湾省？台湾省所谓的前参谋总长甚至对媒体放出狂言，表示在四大阻碍面前根本不可能武力收复。 他所谓的四大阻碍又是什么？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史，在任何时刻都要首先明确的一点：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试图造成分裂的人或事的最终结果，必将是永远的失败。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前台湾省参谋总长李喜明甚至放言，大陆要想统一面临着不可跨越的四个阻碍。第一点便是地理方面，在李喜明的观点中，两岸之间的的台湾海峡为解放军进驻台湾省造成了极其巨大的阻碍。他认为台湾省的这道天然屏障不可能被轻易跨越。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二点。 李喜明天真的认为大陆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通过武力强行达到统一的地步，在今天仍然会有如此观念，实在是荒唐的令人发笑。结合上面第二点，李喜明提出了第三点，那就是以大陆目前的军事实力，承担不起武力手段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损失，且台湾地区当局具有一定程度的防御自卫能力。 最后一点则充分展现了李喜明某些嘴脸，那就是美国仍然在区域内发挥着超级大国的重要影响力。说白了，就是他认为大陆不敢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通过武力强行统一。将这位前任高官的观点简而言之，是否能够解决台湾问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决定。首先便是大陆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否稳定以及发展状况。 其次便是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方面存在着差距。天真的李喜明对大陆的认知或许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我国目前军事力量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一无所知。最后便是站在虎视眈眈的美国，不仅是李喜明这样的前任高官，台湾省当地的部分民众也对美国怀有相当程度的好感。他们认为美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震慑作用。 早前面对美国媒体的采访，李喜明表示，随着大陆综合力量日益突飞猛进，收复台湾省是迟早的事情。尤其是军事力量方面，已经远远甩开台湾地区当局一大截，这让后者十分恐慌。李喜明所表达的四大阻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台湾地区当局的态度，就是通过宣扬武力收复的难以实行，让大陆知难而退，让自己得以苟延残喘。 不得不说，这位前任参谋总长的高见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其对当前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趋势的了解程度，简直荒唐的可怕。这种主动闭上双眼、自我逃避的鸵鸟战术，给台湾省地区的民众建立了虚假的希望，甚至去期待一个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的虚幻目标。哪怕退一万步，李喜明标榜的所谓四大阻碍。 在今天的解放军战士面前，根本称不上是阻碍。随着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发展，战斗力方面，尤其是海陆空三军联动的战力突飞猛进，所谓的台湾海峡带来的天然屏障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让时光倒退几十年，台湾海峡汹涌的海浪还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在我国迈入军事大国的今天。 这道所谓的天然屏障，在解放军战士面前已然掀不起任何风浪。核事物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光，都会产生质的飞跃。然而，台湾地区当局的某些战略决策眼光却停滞不前，不禁让人感到可悲。至于所谓台湾地区当局的防御自卫能力，用来哄骗当地民众，或许还会起到作用。 无论是海陆空三军战士的战斗能力，还是武器装备方面的硬件质量，当今世界能和我国军队抗衡的屈指可数，更别提小小的台军。而被台湾地区当局视作救星、靠山的美国，在中国综合国力强大的今天，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科技水平以及国际地位，早已不能和几十年前同日而语。 李喜明所说的美军介入，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下，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句荒唐至极的笑谈。回到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军事力量足以支撑的情况下，我们为何不通过武力的手段完成统一？为什么还要苦苦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首先，第一点便是同胞之间的血脉相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面对外来侵略者，我们可以拿起手中的武器予以反击；但对于隔海相望的同胞，战争永远不是第一选择。战争的代价是极其残酷的，所谓枪响人亡。一旦开战，无论代价被降低到何种程度，必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同胞相残的事情，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更何况，诉诸武力代价必然是两岸经济的严重倒退。在处于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今天，和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和平统一依然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近年来海峡两岸的交流逐渐增多，同胞之间的情感纽带逐渐加深，和平统一仍然有着不小的希望。其次。 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相较几十年前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总体上依然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旦开战，必将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甚至严重情况下会深陷战争泥潭。战争的残酷是无法想象的，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战后善后工作，必然会拖住我国目前飞速发展的经济势头，这无疑是得不偿失。 再加上目前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外部力量的介入同样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谁也不敢保证一直虎视眈眈的美国不会横插一手。任何时候，战争都只会带来经济和文明的倒退。和平是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得以发展的基石。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贸然开火得不偿失。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血脉相连的至亲同胞，两岸一家亲是我国不变的政策。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以我国目前的军事实力来讲，武力收复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我们追求的并非是纯粹的军事问题，海峡两岸民众从内心深处达到真正的契合，才是真正的统一。在文化方面。 台湾省拥有多远的民族文化？出于尊重和传承的角度考虑，保护台湾地区的文化不遭受破坏，也是我国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因之一。在当今的社会，每个国人都清楚我们国家对于未来总体战略与经济发展的规划，未来重要的关键时间节点，中国将会迎来飞跃式的发展，其表现就是国际话语权的加重和军事力量的增强。 经历过上世纪的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加上近年来国际上局部冲突的增多，我们十分清楚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对发动战争带来的严重经济有着清楚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刚刚摆脱新冠疫情的阴影，国民经济处于重要的复苏阶段，在背着如此压力的情况下，国际局势尚且复杂。 贸然开战将会带来的诸多不可预知的后果，得不偿失。但台湾地区当局没有看清的一点是，不划算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和当下的积极发展比起来，放任某些势力发展壮大，危害我国领土主权，是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的。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统一，是当代所有中国人肩上的扛着的重任。 台湾省回归祖国的怀抱是无数中国人长久以来迫切的愿望，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在和平统一上有希望的现阶段，我们对未来的和平解放的总体战略依然抱有强烈的信心。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的台湾地区当局在某些不怀好意的投机分子糊弄下，天真的以为美国是绝对不会对其放弃，即便是冒着与大陆开战的风险。 几十年过去，某些人依然认为美国是一座靠得住的大山，以为美国十分看重这个能够制衡中国的重要依仗。纵观近代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台湾地区只不过是美国为了能够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占据优势的一枚棋子罢了，是为了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军事力量、限制经济发展而扶植起来的傀儡。但今时不同往日。 今天的中国依然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话语权的加重和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让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得不改变对华战略。对台湾地区当局的所谓援助，是建立在美国依然保持世界霸主的基础之上。一旦中国的力量发展到对美国产生一定程度的威胁，美国必然会呈现退让之势。 而当美国改变自己的战略意图，对华呈现退让态度的时候，战略版图的收缩必然会让放弃支援台湾省变成板上钉钉的事实。台湾省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本作为第三方，美国明里暗里插手相关事务，便一直遭受着国际社会的舆论攻击。一旦总体战略发生了改变， 美国更不会继续在这块小岛上继续加注。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让全世界看到了今天强大的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我国的军备国防力量也不能与几十年前同日而语。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飞速发展。 和武器装备技术水平的提升，让我国依然成为了世界上的军事强国。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从美国愈加凶猛的打压中，不难看出，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了能和美国掰掰手腕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到了不得不通过武力手段解决问题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强行为了台湾地区当局强行插手。 这无疑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错误选择。同时，作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坚持友好和平的外交政策。战争势必会给周边诸多邻国甚至世界各国带来强烈的不安和惶恐，这无疑会对我们在国际格局造成孤立无援的事态一旦将问题诉诸武力，势必会打破目前平稳的经济局势和稳定的国际局面。 不论第三方势力插手与否，开战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我们自己内部的严重内耗。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靠的不仅是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带来了今天中国的国际好感度。作为拥有千年文化传承的大国。 我们在长期的对外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平友好的政策，从未因自身国力的不断增强而改变。这也是我们作为世界大国肩上的重任。两岸关系的稳定是双方发展的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不断加深，在双方共发展下，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尊重。 无数台湾省同胞对回归祖国怀抱的希望日渐加深。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试图分裂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的行为，最终只会迎来失败的结果。台湾省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未来，从未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诸如李喜明这样的跳梁小丑，不过是颠倒黑白、荒唐至极的极少数。 在两岸人民希望和平统一的大环境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中华民族的伟大统一就在不远的未来。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